2023年下半年，桃园航空城拆迁户将迈入新的阶段。安置户将面临自己找营造厂、自己盖偷天错、自己监工、自己验屋的辛苦过程。这时找一位强而有力的神队友就显得十分重要。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外安置户哈，他很多的惶恐啊，然后想要赶快把房子盖回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啊，从建筑师的遴选、营建团队的遴选，然后到最后的交屋，我们提供一站式专业的服务。今天这个说明会主要目的是希望对征收户有客制化的设计，然后符合他们各式各样的需求，然后协助他们完成这个建案。我们会为在地的地主提供相关的现场的监造，施工的品质把关，会提供智慧化的结构计算，然后降低现场这个地主的相关的营造成本、支出等等。有一个透天一样门口可以停车，然后自己家里有爸爸妈妈到时候接来一起住啊，然后小孩子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就所谓的讲一条龙的处理，我是觉得这一点是不错。但是当然是以我们自己乡亲来讲，是想说能多比较多了解。期望航空城建筑开发团队与安置户携手共建崭新的家园，打造一个共荣共好的航空生活圈。